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loe。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个爱咪咪的我爱心机电眼扑克盘，超可爱。它就是做像扑克牌的形那个样子，然后而且它的那个这个是 2D 的那种镭射的，然后里面啊有珠光的，也有雾面的，也有颜色，超实用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看试色影片吧。好，我今天眼睛上的是2号色 B 盘，我觉得它就是那种少女必备的那种干燥玫瑰色。2号真的是必收的颜色，因为它不会飞粉啊，然后显色度又够，然后颜色搭配也很简单，我觉得不管是新手老手都可以入手。然后另外讲一下，我很喜欢它的腮红，就是我觉得它的腮红搭配超级好看，就是不会说你强调你眼妆的风采，我觉得搭配很好。像这个颜色我也超喜欢的，然后这个刷起来也是那种淡淡的感觉，我觉得很美，很韩，超韩妞的。提醒大家，这个是屈臣氏独家上市的，所以要记得不要跑错通路咯。好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帮我按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